请来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给三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去感谢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今天开始啊，就是要讲这个道德经。哦，我们六祖坛经呢，在上个礼拜已经这个讲完了。那我们呢，已经把整个讲完了以后啊，又寄很多DVD、CD， 还有 MP3 呢，已经也做好了。那先我们有寄200套，是准备呢给崔老等一下送给外国道亲啊。那我们再慢一个礼拜，下个礼拜。再拿，假如说有 MP3 机器的话，就可以拿 MP3。 那四片现在把它缩成四片，之前已经有做四片嘛，本来在做出来是第五片，可是我们把它调整了以后啊，就是浓缩成四片，一片等于 CD 啊，22片，所以拿四片呢就等于拿八十几片了。那个只要说有那个 MP3 机器的话，就可以拿回去听，那个很理想。那我们呢就鼓励啊，就是当传家宝，只要说要想修道，想成佛，想了解真理啊，是整等于整套六祖坛经从头到尾，还有在那个时期啊，一些禅宗那个修持方法我们也都有讲，所以鼓励啊，各位拿自己收藏或是送给亲朋好友，都很好，蛮多啦，那个我们后面已经蛮多啊，看我们这边这个意愿高的话，我们一直做下来，假如说我们放着都不拿的话，我们就不做了，秋龙也能去。各位前贤，那个手上有本那个佛学学的讲义啊，那个老子道德经，那个是在五年前，在五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讲也没有没有讲义啊，那佛学就想说，把所有一些各家注解啊，都拿来翻一翻看一看。然后还因为假如说是按照讲义来讲的话，那是最理想，因为慢慢那个是慢慢想，慢慢去集思广益呀， 会比较圆满。可是呢，一般我们都不喜欢这个看讲的人就按照那个书来讲，按照讲义讲的话大家会想说，那我带回去看就好了，不用在那么老远的地方跑到这边来听。所以呢，就不用讲一讲。可是各位要了解的更透彻的话就是把那个讲义稍微做个参考，所以就带回去放在家里，不用再带来了啦。这个我们这边是比较节俭啦，说家里已经有就不用再拿。可是后学都是鼓励都拿，为什么？亲朋好友来了我们可以送给他了。假如说只有一本的话各位前贤要不要送？那很为难的送出去就没去了自己要看的没不送出去好像又钱上过说不过去所以那是两难所以有多的话多多益善，就是推广真理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当我们想看的时候没有资料是会那个很遗憾的啦。那想看又有又有这个资料可以看那就会很这个很愉悦很快乐所以或许就鼓励大家都拿回去那我们这边呢，旁边也还有，那准备再印200本，所以都不会缺啦，不会缺那个，那个讲义资料不会缺。各位之前有看过《道德经》吗？
有，那还不错嘞。哦，我们都有先事先拿、啊、这个研究过。哦，这个啊，我们了解说，哦，那个老子呢，啊，是生在西元前571年，西元前，哦，571，然后再加哦2010，哎，这样就是哦，他呢到现在的年岁，然后空老夫子啊，哦，是出生在西元前551年。到今年刚好哦，2560，孔老夫子啊，哎，到现在啊2560，然后释迦牟尼佛哦，生在西元前544年，比孔老夫子晚7年，那孔老夫子比老子哦又晚20年，差20年，哦，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他们的背景。那老哦老子啊，在六祖差六祖有1200年，所以1200年以后啊，哎，六祖才出生呐、啊。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时间啊，真的差得蛮长哦，有1200年。那可以说啊，哦，我们这个啊中华文化得天独厚了，哎，那个历代哦这些啊哦圣贤啊。都把那个重要的、哦、都留存下来、哦、尤其这个啊老子是最早。那我们有看那个感应篇啊，各位有看过感应篇吗？也是有啊、哦、都还很不错。那个、哦、老子就讲说，你这个祸福无门啊，为人自招、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这个祸福都没有门啊，我们自己招来的，自己自作呢，然后自受、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善恶的因果都是定理。那呢啊，讲很重要的、哦、啊，就是世道呢则进，归道而退、哦、这两句话对我们来说啊非常重要，符合真理的，跟真理相合啊，世道则进，我们就、哦、努力啊去行持。那非道呢则退啊，假如说跟真理不相合，不管是什么人说了，我们都不要听、哦、跟真理不相应的话，我们呢就不要去做。那我们呢啊，这个了解说呢，这个啊老子啊，这个在周灵王的时候啊，曾经呢当个守藏使，守藏使呢就等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哦，就是在啊管那个图书馆，那、啊、所以他看的哦，就等于啊所有的哦那个著作啊，都送到哦那个图书馆去啊，他为他呢能够看到很多的哦各个的思想，那个不一样的哦那一些思想，他都能够看到，能够研究，然后到呢这个看到整个这个社会哦不很理想的时候啊，他就想退隐。那么退隐呢，这个西施函谷关的时候啊，被那个官令啊哦允许啊留下来，然后作书，就是道德五千年，我们才有哦这个道德五千年哦，才可以研究，那个来源呢就是这样来的。那现在呢那个考古学家也把那个那个道德五千年啊也挖出来了，就是古时候哦流传下来的。确实啊啊有这个道德五千年。那我们一般呢哦就是从啊这个道德五千年来探讨哦老子的思想。那老子呢他非常啊崇尚啊哦那个无为，就是哦啊发挥啊我们淳朴的本性哦，他不崇尚有为啊，不像呢那个哦，孔老夫子啊，就是要把整个大道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哦呈现啊。哦，啊，老子呢，他是啊超俗，超过凡俗凡尘的一切啊，能哦这个众生能不能够做到呢？他倒比较呢，哦没有那么这个考虑在内，只把那个哦原理啊讲出来。那孔老夫子是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啊，都能够、哦、把那个大道、能够呢、
哦、融入、啊、我们日常的生活、啊、所以我们现在、哦、是儒家应运、啊哦啊、我们念的书、啊、都是儒家的、哦、是一些、哦、这个观点，可是我们现在、哦、念、啊、是一回事，做、哦、又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我们、哦、稍微了解一下说现在儒家应运、哦、那我们应该从儒家的那一些、啊哦、那个观点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融入生活，就是、哦、大学的那个三纲领、哦、八条目，各位知道吗？会不会三纲领是什么？啊、哦，对，就是、哦、明德、心明、始于至善。Hey, 所以、哦、我们要了解那个明德、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心佛性，然后心明呢就是把它、哦、整个、啊 hey, 呈现、哦、就是呢、啊、整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啊 hey, 都把它呢、哦、呈现出来，然后呢始于至善、hey, 就到达最、哦、完美的那个境界、啊、所以它的、哦、那个八条目、啊 hey, 我们了解说真正的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哦、就在八条目里面、哦、我们呢从那个后面、哦、第一个呢就是格物、啊、格物致知、哦、然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哎啊、那个格物、哦、就是我们要做的、哦、那个实际、啊、在生活之中，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是、哦、能够格持物欲，我们心中、哦啊、就是清清静静，心中不要有事，心中不要有物、哎、就是格物，所以这个格物、啊、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格物、哦、把物、啊、全部都格了、哦、心、啊、就清静，然后心清静、啊、就回到、哦、我们佛性回来、哦、所以那个格物、啊哎、然后、哦、就自知，就使我们的良知良能啊整个呈现，所以那个自知啊不是我们落入后天身体去学的，而是从我们佛性发挥、哦、在格物以后啊、哎、它就会呈现、哦、自知，让我们知道呢、哦、真理、哎、都会感到心安、哦、格物自知，然后呢知道、哦、已经呢是真理了，我们就会啊很易易啊就非常的诚、哦、跟天地一样，然后诚意以后啊心就正，心正以后啊身就修，身修以后啊家就齐，家齐以后啊哎国就治，国治以后天下太平、哦、很理想的啦、哦、按照儒家的、哦、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只要我们能够格物啊哎就自知，那个知啊就绝对是正知正见啦、啊。哦啊自知以后啊哎我们的意啊哎就很诚。哦就天地之间啊整个哦那个诚啊都呈现出来。哦诚意了以后啊心就正。哦没有偏。哦也没有邪。哦心一正了以后啊哎身啊哎就修。哦、修身这是很重要的啦，嘿，所以我们修身呢就是要从格物着手、哦啊、身修了以后、啊、家就齐、哦、家人、啊、都看到呢我们在行持、啊、非常的正确、哦、家齐家齐呢、哦、这国治、啊、就平天下，这个儒家思想、哦、它也是、哦、蛮重要啦，嘿，让我们、哦、能够很、哦、快的进入、啊、状况、哦、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哎，就可以啊，把整个很理想的状态都表现出来，哦，这个呢是儒家思想。那我们今天呢，哦，是要开始研究，哦，那个《道德经》呐，哦，那我们哦了解啊，啊，这个老子所讲的那个道啊，因为它是非常的哦那个超然，哦，非常的高，哎啊，所以哈、哦，我们在这个讲解之前呢，稍微哈、哦、有一点这个啊了解。哦，各位以前呢研究《道德经》的时候啊，是怎么样哦入手的？是看注解还是看原文？看原文啊、哦，
看原文、要了解说、比较理想，因为、有注解了以后、很容易、会被注解、把我们牵引、把它看，然后我们看原文、我们会先自己、去思索、那个老子他讲出来的原来的意思、先思索以后，然后我们呢、再来看注解。因为或许、这个前不久啊，道书店哦去买那个老子的书啊，可是竟然会看不下去啊，因为他已经呢在写下来的时候啊，就已经跟老子的那个原来的意思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他看不下去了。各位有这种情形吗？没有啊，没有，那倒好了。为什么？没有那个成见，自己呀、都没有成见，就不会说看不下去了。那因为或许有成见的，所以就看不下去了，或许在想说我们真的是要定无所住啊，而生其心还真的还不容易嘞，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这个搁着。不过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呢、都有一种择善啊固执，选择啊那个善，那固执呢在善这个方面，择善啊固执。然后呢，这个相对下来，就会嫉恶啊如仇，对不对？啊，不同意啊。所以或许是发现了自己有那一种倾向，会择善固执，又会嫉恶如仇，所以这个也是要改，因为这样的话会有分别心，很大的分别心。那众生呢都是很可怜啊，他为什么会恶，就是因为他不了解不知道真理才会呈现不好的一面。那我们是应该要去救他不应该呢落井下石，对不对？可是在我们遇到真正现象的时候，各位前贤，容不容易去做？容易。真的很不容易要先降服啊自己的内心啊，内心先降服了以后，然后才失手是用什么方法来这个救度他，帮助他。那我们众生呢、就是要了解到，一定要自助啊。才会人助，才会天助，咱自己得爱自强不息，咱不能懈怠，我们只要一懈怠了以后什么人都救不了，所以自己呢就是要精进呢，要努力，那我们呢就直接契入本文，那个道可道啊，非常道，第一个那个道就是道的本体啊，道，我们呢就是可以拿那个小本的来看就比较容易啊，这个找到那个标题，道可道，非常道，可以手上都有吗？有，都看到了吗？看到哈，第一个道就是讲道的本体，道的本体呀、就是。不能用我们的这个头脑来这个思索，不能用我们呢嘴巴来议论，所以很超越超越所有的现象，超越所有凡尘的事情，所以道是一个呢很不容易解说。那可道第二个道，那个可道就是可以讲了，可以说出来的可以说，那可以说的话就不是常道，
可以说就是会变化，所以道、哦、可道啊，非常道，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哦、大概十分之一吧、哦、十分之九都不相应、哦、可以讲的可以说的都一定会变化，怎么说呢，都随我们人在说，可以说的、哦、就不是、哦、道的本来了，就不是它的本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哦、那个道的本体是很难去说、哦、很难讲的，啊、老子也不能说、哦、这个 不能讲就不讲，他是把它点出来，点出来以后呢，让我们去领悟体会、哦、领悟体会、啊哦、那个才是重要，所以他把那个、哦、另外一面、啊哦、就是可道非常道把它讲出来，那常道的就不可道，就是不能讲、哦、那个、哦、真正的道体、啊、就是不能讲、哦、一落入可以讲的那已经呢、哎、就是不是、哦、道的本体了、哦、是呢已经、啊、是它的作用，道的作用、哎啊、所以我们了解、哦啊、在这个所有、哦、修正者呢、哦、也都讲，我们佛老师也讲说道本无言、啊哦、非言不显、哦、假如说、哦、没有用语言的话，这个、啊、道、啊、没有办法显现出来，然后呢言无以答，言呢、哦、讲得不明的话，道、啊、没有办法呈现、啊哦、言有不答，道无以明、哦、我们佛老师呢就有这样讲过，所以讲的时候就是要、哦、能够、啊、把整个轮廓、哦、呈现、哦、让我们都能够体会、哦、能够呢知道、啊、能够确实、啊哦、进入那个、哦、才是、哦、我们呢这个追求的、哦、正确的方向。那释迦牟尼佛也有讲说道、哦、本无言，道、啊、也没有语言，就是不可以道、哦、不可道不可说，可是呢也是一样、哦哦、道、啊、一定也要借着语言来说了、哦啊、因言而入、啊哦、道本无言、哦、非言不显、哦、然后因言而入，因为我们讲的然后可以进入，非即是言，不是呢是一些说的语言，所以说的语言呢它是、啊、像是文字像、哦、语言像都是形象，然后呢我们呢、啊、都不住相，然后就可以进入，进入呢到我们那个、哦、不可以讲的、哦、那个道的本体、哦、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的本体、啊、也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心佛性，所以我们有研究过、哦、这个六祖坛经呢，再来研究道德经的话，它有互相融通的地方、就很容易、哦、领悟哦、容易领悟的话，我们容易进入状况，他一进入状况了以后、啊欸、对我们帮助、啊、就很大、欸、所以呢这个道可道、啊、就非常道，这样了解吗？这个不回应是不了解呢还是不苟同？那接下来的、哦、那个名可名啊，非常名哦，那个名我们要了解啊，这个道本无名，道没有名称啊，哦，那个道啊是勉强而说的，哦，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老子一直讲说哦，这个勉强来讲啊叫做道，哦，用道呢来哦比喻啊，哦，我们不生不灭哦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可是哦我们知道那个道的哈、哦，那个写的方法。哦、我们中国的文字啊、哦、真的是含义很深啊、哦、这个道开始不是有两点嘛、哦、两撇，那个就是一阴一阳、哦、那两点就是一阴一阳，然后一横、哦、一阳、哦、那个一就是呢道德、哦、那个代表字、啊哎、我们要了解说知得一啊万事毕，有听过吗？哎，知道这个一呀、啊，万事万物都毕业了。哎，一呢就是道了。
哦啊，一阴一阳，然后呢，哦，就是啊一，然后在自己的身上，底下就是一个自己，哦，自己的身上加起来哦，一阴一阳在一横，在一个自己，就是一个手，哦，手的时候头啦，哎，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最重要的。那我们最重要的哈，哎，就是我们自己。哦，我们的头是最重要，然后呢再加一个哦，走马鞭哦，最重要的是啊要去实行实践，哎，这个道的哦那个文字啊那个学法就已经把这个哦，哎，整个啊哦都呈现出来，哎，就一阴一阳哦，然后呢知得一阳万事毕，在自己身上就是呢我像我们的头一样最重要的一件事，然后一定呢要实现哦，要去做哦，要实行在日常生活之中，哎，这个呢就是道哦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明可明啊，那个明无明之明呢，就是我们的哦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没有名称啦哦啊，有名称可以明了，那个就非常明，哎，就哦不是啊永远不在的名称。所以我们知道呢，凡尘的万象啊，哦，万事啊，都有一个名称，哦，都有名，可是呢，都是变化，哦，在我们本身来讲，我们现在的名字啊，各位浅浅，我们前一生是这个名字吗？不是。下一生是这个名字吗？不是。哦啊，所以这一生的名字啊，哎，就是暂时给我们这一生用的。哎呀，那个可名就非常名，不是常名哦，不是永远都是个名。哎，所以我们了解哈、哦，那个啊，道的本身啊，并个哦，不能够用这个文字啊来讲，这样了解意思吗？哎，又把那个反面哈、哦，那个很殊胜的那一面啊，又表现出来哦。所以老子说，名可名呢，非常名哦。无明天地之时，哦，无啊，这个无啊就是无极，哦，无就是没有啦，哦，啊没有到极点啦，哎，就生有，对不对？无极，然后生太极，太极呢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生八卦，哦，相中相错啊，八八六十四，整个天地啊形成，哦，天地数。那我们了解哈、哦，这个无，哦，天地的开始啊是无没有，哦，所以无哦叫做呢天地之始，哦，天地的开始啊什么都没有，哎，所以、我们哦在这个六字谈的时候有讲过，说天地之所以会有，就是因为我们一念妄动，我们一念妄动啊，就是起心动念。然后才形成啊，哦，天地，才有天地啊。然后说我们哦不一念妄动的话，就没有天地哦。整个天地啊，在我们如来藏在性分之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朦胧的哈、哦，哎，好像很久以前的事了。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在。这个正位啊，就是在佛位的时候啊，哦，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啊，哎，就是已经哦业力啊，业因形成，然后呢，哦，就啊这个转念的哦，就现象了。那现象以后啊，那个还是啊一念无明生三气啊，哦，那个还在原始状态，在无的当中，全部都没有。然后呢，因为有一念妄动的那个因素在，所以才形成啊，哦，我们天地哦开始。啊，天地一开始了以后啊，哎，有了有天地了，然后呢啊就有万物，有万物以后，哎，就有众生，有众生以后啊，哎，就有业果，就是我们造了业啊，要接受果报，哎，就是这样哦。世界、啊、哦，众生跟业果三个啊，就绵延不绝，就一直连续了、啊。因为我们落入凡尘啊，
虽然是只有一念的妄动，可是我们到凡尘来啊，哎，各位浅显，这个是不是只有一念的妄动？是不是已经哦妄念了一万的念？哦，不止哦，还不止一万念，哎，本来是只有哦，切大概哦这个不多啦，大概签这个凡尘大概一毛钱而已啦。哎，我们是想来还呐，哎，还清了以后啊，哦，没有业障，哎，就又恢复本位了。可是我们到凡尘来哦，这个是有还一块钱了，一毛钱有还了。可是后来哦，哎，这个为了生活啊，我们就越这个越欠哦，就越多了。哦，没事没事啊，这个还一点点欠了很多，还一点点欠了很多。就这样哦，哎，欠到后来都不知道是已经欠了多少。各位浅显，我们现在啊，在我们性分之中，我们到底有多少业力？已经哦，没办法去了解了，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在生活之中哦体会。假如说呢，我们哦这个业力啊哦是不多哦，或者是没有。那我们每天的生活啊，哎，都是快乐的，如在天堂一样，哦，非常快乐，都没有那个哦苦的那个果报哦，会找上我们身体来。那假如说我们遇到啊，我们的遭遇啊，哦，是很坎坷，哦，是要劳劳碌碌，哦，啊，是呢很多事情，那就是哦。哎，我们造了蛮多的业啊，它已经呈现了在我们眼前。各位浅显，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业啊，多不多？这个真的是要考虑考虑啊，哎，它到底是多少？哦，因为都还不很了解，一起造费瓦费，和我起做瓦费量，哦，都还不很清醒的时候了，哎，啊，所以我们要哦知道啊，在凡尘。哦，我们呢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呐、啊。我们在接受果报的当下，我们又是在造业，哎，啊，所以这样哦，就没完没了了。哎，啊，我们哦要了解到，一定呢哦，遭遇啊一定有因，我们的遭遇啊那个是果报，那果报一定有因呐、啊。那我们就是要去推哦，去推测那个原因。说我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果报？哦，为什么会有？哦，一定的有原因在。哦，那我们把原因找出来，找出原因以后，我们把它呢，哦，消除，就是让原因呢、啊、消失掉。哦，各位浅显，我们造业的最大原因是什么？不是我们一直在讲吗？起心动念啊。哦，是念头，我们的念头啊，哦，就是啊业，哎啊，所以哦，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啊，要训练，哦，训练自己呀、啊，就是不起心动念，会不会？很不容易哦，哦，因为起心动念太容易了，哦，很快啊，不管是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哦、鼻子闻到。哦，那个心念马上就起，哦，很快就起念了，啊，所以哦，念呢、啊、就是业，各位要把它记得牢牢的，念就是业，哦，念头就是业，哦，念头如贼，业如贼，没有念了就没有业，哦，无业，啊，就免受苦，哎啊，所以我们了解哦，本来呀、啊，我们都是哦，应先先呐，啊，但是咱拢应未掉。哦，这个上天呢要给我们哦很空闲的哈、哦，哎过生活，可是我们好像都不愿意。各位愿不愿意啊？愿意。哦，那个很空闲的生活啊，就是不要起心动念，哎，我们都在呢那个觉哦，在我们觉性之中，哦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哦，那个无啊，哦，是天地，哦的开始，哦，全部都没有，
全部都没有啊。那我们哦要回到原来，全部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是一样，要从没有念头着手。哦，全部念头都没有，才可以回到本位啊。哎，我们都是佛，哦，一回到佛的本位啊，哎，我们的生活啊，哎，我们的哦那个整个哦就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哦南赡部洲呢可以住嘛。哦，那个北极芦洲、东胜神洲、犀牛贺洲，那都没法去。哦，然后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南方呢宝光世界，我们也都没有去啊，对不对？哎，啊，不知道那边的前行。好，我们回归本位了以后，哎，都可以。哦，只要我们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到无量的佛世界，啊，哦，那个啊，哎，那个身啊，都非常的高了。我们以现在哦娑婆世界的身体啊来看哦，哎，那个啊，哦，那个东方琉璃世界啊，哎，那个身体啊，哎，我们会这个吓死，因为太高了。哦，我们会讲说，哦，那比地沟还广。哥有看过地哥吗？有，就是我们晒衣服的那个吼，那个枝干啊，它是吼非常的吼那个高，因为整个吼那个环境啊都是那个样子，所以吼我们不可想象。那我们哦住的这个地球啊，在宇宙之间啊，是一个非常小的行星哦，一粒细细啊。地球啊，那我们就已经觉得很宽广很大了，那进入啊那个佛世界，进入啊宇宙的这一些啊这个虚空里面啊，我们会了解说，哦，原来竟然是无量无边，佛世界无量无边，那我们呢就是要使我们心胸哦，开阔宽广，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斤斤计较，我们呢一般呢，都会哦那个心胸呢太这个狭隘，所以呢我们要得说，哦，天地的开始啊是从无没有，没有的时候啊我们行动念，然后才形成啊有天地。那这个天地啊我们也了解说一直啊是在循环往复，一直呢在这个轮转之中。一年有十二会啊，一会啊有一万零八百年，各位都知道嘛，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就是一个年会啊。那这个年会一过去啊，又有下一个年会，那我们前面也很多年会啊，后面也有很多年会，所以没有止境，没有停止的时阵，所以无量无边啊。所以我们现在来推测说。弥勒祖啊什么时候下生，不是有前人说五十六亿万年嘛，对不对？那时候啊我们人的寿命是八万四千岁啦，因为那个阿含经呢有记载说弥勒祖师下生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众生的寿命啊是八万四千岁。各位浅浅，八万四千岁是什么情形？我们现在才一百岁，所以在八万四千岁里面啊，这个一陪都没有，那我们各位姐姐，只要说现在的寿命啊，是八万四千岁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怎么都不可想象的，对不对？所以《阿含经》就记载。说那个时候啊，因为人类最善良，都已经呢把整个我们那个佛性啊呈现，所以有八万四千岁的寿命。那我们现在因为人心有的很坏，所以越来就越少，甚至呢会到往后啊，往后我们人类的寿命只有十岁了，可以想象吗？十岁那样嘞，
啊，才准备出世，才要来到凡世间吼搬烂了哦，啊，都死啊，哦，因为啊，哦，众生的心哦，就是太恶，太恶呢，地生长的东西啊，都有毒，虽然也可以养生，可是吃进去啊，哦，也会害身，啊，所以哦，寿命都不长。女孩子哦，竟然出生五个月就嫁人了。五个月哦，哦就嫁人。那我们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啊，那个女孩子五百岁哦才出嫁。那我们现在想说，五百岁还出嫁，不是老国婆啊嘛？哦，又都是不可想象啊。哎，我们了解说，我们不知的哦那些天地啊是很多哦。那我们呢，因为哦，落入凡尘的时间太短，我们用呢哦追求呢哦不一样的那个目标，没有朝着哦我们不生不灭佛心来追求，啊、所以哦就越偏离呀、啊，哦偏离呀、啊、这个正道，所以我们认为哦这个生生死死啊就是很正常的哦那个现象。啊、因为呢都会认为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啊不追求哦这个根源本来，啊越啊不追求本来根源，我们就越啊偏离正道，所作所为啊就越哈 不符合真理，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老子在讲说五啊哦叫做天地的开始，天地的开始是什么都没有。哦，那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佛性也是这样。我们佛性哦，就是像虚空一样，虚空无相，不拒绝哈、哦，诸相发挥。虚空没有形象，可是哈、哦，什么形象要在虚空呈现哦，虚空都不会拒绝。那我们要了解哈、哦，我们佛性也是没有形象，可是呢，所有的万象万事啊，都从佛性呈现。佛性也不会拒绝，佛性会不会拒绝？都不会拒绝、哦、都让它呈现。可是我们现在就、哦、会变成啊，认为说万象万事的呈现、啊、跟我佛性没有关系、哦、都会这样认为、啊、那我们了解说在真理里面、啊、不是这样、哦、都是、啊、我们如来藏，都是我们的佛性、哦、所以呢整个无啊那个天地都还没有、哦、天地都在我们的性门之中，所以那个无叫做呢天地的开始，然后有、哦、叫做万物的母亲，有了、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了，就像我们起心动念有了、哦、各位浅显起心动念看得到吗？自己知道吗？自己知道，对不对？哦，啊，所以自己知道啊，有，就是已经有了，有念，哦，有，啊，那个有，就是万物的母亲，万物啊，就是从有来，哦，没有啊，是天地的开始，有呢，就已经呢，哦，会衍生一切问题，一切事啊，都从有产生出来，啊，所以我们了解哦，那个哦。有叫做呢、哦、万物之母、啊、所以底下呢、哎、所以、哦、那个故、啊、就是所以、哦、常无、哦、那个常住的无、啊哦、我们呢要来观其妙，无、哦、就是呢观照我们呢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没有，我们要观照、啊、佛性本体的妙、哦、常无是常住的无、哦、来观这个妙，然后呢常有常住的有、哎、这个常住的有、哦、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的功能作用，它是常有的功能作用，是常在的，永远都在、哦、所以常有，然后呢欲以观其脚、哎、脚呢就是窍、哦、就是刚好、哦、那个窍妙，所以我们了解呢、哦、常有的时候、啊、我们要来观其、哦、那个刚好的、哦、那个地方，这个呢比较、哦、
哦，这个声色了，我们就是了解到，哦，老祖在这个第一章开始呢，哦，观妙章呢，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呐、啊，哦，佛性本体啊，非常的奥妙，哦，奥妙到我们不知不觉，哦，都不知道它的哦那个整个啊，哦轮廓跟整个功能作用，哎，全部呢都是啊没有去啊去探讨去了解，哦，所以呢。啊，这个老祖就跟我们讲说呢，这个常无来观妙，常有呢来观了。那么此两者啊，这两者呢，就是哦有哦跟无啊，哦这个常有跟常无，这个两者同出啊，哎，它是哦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根源哦出来，哦我们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可是哦，我们就是啊，能够了了分明，哦，没有邪相啊，就是无；了了分明就是有。它、啊、这个无跟有啊，它是同时出来，同出。那同出呢，而异名啊，哎，就是哦，名不一样。哦，没有邪相不能说有，已经有体悟不能说没有，哎，啊，所以一定的名称呢不同。啊、可是这个呢，常无跟常有啊，哎，它是同时哦出来的，哎，同出，然后而异名，然后同位置显，哦，就是呢，无也很显呐、啊，有也很显，都是很玄妙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个第一章呢，哦，它是很高的一个程度啊，哎，它把那个哈、哦。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啊，哎，就是那个常住的无跟常住的有，哎，全部呢都把它描绘，哦，都呢，哦，不是呢一边的，我们落入一边的哈、哦，那个不是，哦，它是有跟无啊合在一起，哦，有这个有确实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在有，可是没有形象无。哦啊，所以有跟无啊，哎，它同时哦存在，同时出来，哎，可是哦出来以后啊，名称不同，这样了解意思吗？会感到很深吗？哦，是要我们哦来知道我们那个哦佛性的整个哦那个轮廓。以及呢，整个天地啊，宇宙万象哦，来源它的本源因缘，哎，我们呢都是要了解哦，就是啊，哎，常无跟常有合在一起，哎啊，这个常有常无啊，哎，就是我们哦那个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我们讲佛性本体，对我们来讲比较亲切、啊，那我们讲说是天地的万象哦，天地万事啊，好像会觉得说。哦，跟我没关系，哦，那感觉上会这样觉得说，哎，比较哈、哦、离我远一点。那其实我们要了解到，它是呢，哦，同时存在，同一个啊，哎，同一个体，然后呢，讲不同的角度而已，哦，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同时异名，同位之玄，一样呢，哦，有也玄。无也玄，玄之又玄，哦，众妙之美，所有的奥妙，哎，都是从哦常有跟常无，哎，这样出来的，哦，众妙之美，哎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哦进入啊众妙之美，哦，它出来，我们呢进去，哎，我们进去啊这个众妙之美，哎，各位有一点印象了吗？哎，这个众妙之门啊，有没有一点印象？这个有跟无哈、哦，在凡尘啊是很明显哦，有形有相哦，跟没有形象哦，我们身上呢就可以体会哦，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哦，我们身体有形象啊，它呢现在啊哦无啊跟有合在一起，哎，让我们在凡尘生活。那我们在凡尘生活的时候啊，是谁在做这个当家主张？
谁在当家？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啊，是谁在当家？谁在发号施令？很有意思哈、哦，哎，我们了解说呢，那个哈、哦、常无跟常有哦，既然就是我们哦整个的哦本体了，那我们现在呢呈现在凡尘，已经从众妙之门出来，出来以后啊，哎，我们有没有哦让那个呈现呢众妙的哈、哦、那一个哦那个主宰者啊来当家？我们都会被、哦、这个凡尘的景象、哦、这个吸引，然后呢我们的、哦、那个感官啊油、哦、油的感官呢跟呢这个凡尘的景象啊、哦、就已经、哦、汇合，然后汇合了以后啊、哦、各位先生是不是产生很多的、哎、我们那个、哦、处理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哦阐释的时候啊，并没有固定说，哎，它会变成什么样的，只是说那个原理状态，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怎么样哦去应对？怎么样来处理？啊，怎么样来哦应用会比较理想？哦，所以呢，讲那个哦根源，哦，从根源，然后哦啊出来了以后。我们有、哦、万象万事、哎、在我们周遭围绕，那我们在处理万象万事的时候、啊、是不是要有、哦、这个主宰者？要不要有？要、哦、一定也要有一个主宰者。那我们、哦、就是要了解我们现在的主宰者、哦、已经呢怎么样，就是已经不是从、哦、那个常有常无、啊、那个同出，不是这样、哦、不是呢他来主宰，而是呢变成啊，哎，我们哦有那个常无就不管他了，哎，就已经进入常有，常有以后啊，哎，在身上呈现的哦，又是我们的哦那个感官，哎，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然后我们呢哦就是加强眼耳鼻舌身意的哦他的那个前病。我们都把它加强，那、啊、所以啊，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哦，都已经呢，哦，没有按照啊，哦，那个真理的那个方式啊，来处理生活，那、啊、所以哦，我们就会啊，哦，在这一种不符合真理的状态之下，已经哦偏离哦正道，那、啊、偏离正道以后啊，自然所有一切啊，哎，都形成我们的业因。哦，业造业啊，那个原因啊已经呈现。那造业的原因呈现呢、啊，我们就要接受果报。当我们呢去接受果报的当下，我们又迷惑。哦，迷惑的时候啊，各位浅显，我们迷惑的时候，在接下来的行为会不会影响？一定就不理想了、哦、就会越来越偏了、啊、所以、哦、我们是要了解我们从、哦、那个同出、哦、有跟无、啊、常无常有那个同出、哦哦、由他呢来主宰、哦、来当家，所以呢或者就讲说呢、哦我们呐、啊，鼓励哦，我们的佛性呐、啊，主人出来当家，不要让我们的六根呢当家哦，因为六根当家呢，哦，都会不知不觉造业啊，造了业就要受苦，受了苦迷惑，迷惑呢又造业，就这样哦，没完没了哦，那我们越受苦啊，就会越。严重。那假如说我们了解了、哦、从根源着手，是从常有常无的本体，然后来主宰，
这个时候啊，哎，跟真理跟道啊相符合。它整个都相符合的时候啊，哦，各位浅浅会不会造业？不会，哎，绝对就。不会造业啊，他所以不会造业啊，就跟我们哦那个在本位时候啊，那个状态啊是一样。哦，所以虽然呢，我们是哦这个一念妄动啊，才落入凡尘。可是呢，我们呢、啊、在哦这个落入凡尘的当下。我们又马上回到本体，他回到本体的时候啊，守住本体、哦、常无跟常有在一起，哦，没有另外啊被造化引诱，没有造化引诱啊，我们没有起心，懂念，哎，又回到哦本体回来了。哦，所以啊，我们虽然说哦，已经有三德大地，已经有哦，哦，我们身体，可是呢，毕竟呢、啊，还在身体之中，哦，就整个、啊、全部呈现。哎，都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哦，就是呢那个住在佛的本位，这样各位前人听得懂吗？是比较有一点哦，比较哦讲的，原理啦、啊，哦，原始状态啊，哎，就是我们哦，怎么样落入凡尘？在凡尘，我们怎么样生活？哦，怎么样呢？可以回到哦，我们呐、啊。这个原来、哦、来的地方、哦